是在经济、贸易或政治方面呢，在其实都是很重要的。风继续吹，不忍离，心里亦有你，不愿流离，望着你。动漫你。以后的这些机会，进来的机会，或者是以后的一些工作，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些非常难得可贵的经验。见你，害怕会再一次的失望。